我把你当作人，你就装个较像像人嘞。你所做的歹代志，你心内想清楚，绝对会报应。怎样清楚？你敢做？我，你俩袂记。我讲你去死的啦！叶美琪啊，你哪个敢讲一句话来威胁我？我绝对把你扒去！干安呢？我哪个死的啦？我哪个死的啦？我哪个死的啦？你要请一天的假？这一年365天，你会当做代志？一年有52个礼拜，你敢达礼拜休过2天？这就表示讲，你敢那剩261天会当做代志哦。这十天，你有16点钟会当唔免做代志，所以来扣掉170天，你就干那剩91天会当做代志。十天你得阁用30分钟来咧啉咖啡，这当年加起来你就要扣掉23天，所以你干那剩68天会当做代志啦。你十天得阁用1点钟来咧食中昼顿，所以得爱阁扣掉46天，就干那剩22天咧。通常你当年阁会请2天的病假啦，所以干那剩20天。这当年阁有5天的国定假日，公司休困唔免上班，所以你干那剩15天。阁加上公司吼真大方啦，当年阁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这加加减减，你嘛干那剩1天在做工课尔呢。你即马竟然阁甲我讲要请1天的暑假，你敢无别项通未啊？你以往干那会通摕我的过去来甲我考试，来侮辱我先？侮辱？我侮辱你个死啦！我即马是伫家咧教死你啦！哎，大妈，你也伫个哦。你是不是来找我妈妈再去做 SPA？ 我爸你去死啦！这你敢敢相信我要去做 SPA， 要去美修？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是无大脑哦，不管你是18、19啦，你就是算是讲哦，做个34D 哦，拢无好啦。谁带你去妈啦？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哩哈？我也外号叫做九命怪猫，我相信这边，我绝对用个借这个巴肚阁翻身嘞。到时阵就算讲你阁安怎万分我，嘛一定会甲我笑喵喵。笑你去死啦！笑到你无命嘞啦！还唔敢死一群 ？Baby， 干嘛 ？Say bye bye。你讲我是要恁结婚？啊，你是啥？你嘛知我唔是其他人决定的，我是一蕊真高级的玫瑰。我怪你去死啦！你是真高级无唔对啦，还唔过人花哦是开到这大蕊才叫做玫瑰啦。啊你嘞？天呀，一粒啊，目睭这细，你搁生到这粒啊，搁未开花，你知影你叫做啥无？你叫做贞子啦！你敢骂我是贞子？我甲讲你哦，这人也棒的啦！哼，一支嘴，唔捌讲过一句好话啦！迄面是敢人也棒同款，咱四界乌白乱卡！哼，加拿大留学回来，无稀罕台湾的台风，我看你根本就是连考考未掉，唔像故意哦，你过咸水开钱的买文凭。这安那 ？NBA， 我甲你讲啦。卖讲 MB 也是免爱比啦，我是请几下个啦。我一个月只开20000块啊吼，因就规日把我当作妈祖咧拜。怪声，你看伊啥安尼啦？亲们大伙来甲我欺负，你搁看会落去哦？你无想要跳出来替我讲几句公道话吗？公道话？我讲你去死个啦！你敢唔知公道自在人心？这句话要怎写？你爱跟我假人？我讲刘总裁啊，我会送你，跟你扣我3粒米酒花哦。那结果呢？你的心肝伊掠会着啦，伊掠着讲你伫外口偷食，到现在金毛狮王哦，伊咧偷来暗去啦。也毋过即拢无要紧哦，只要你肯乖乖等伊的身躯边，甲伊认一句毋对，回一只死脸，我相信一定会原谅你的嘛。我再讲啦，就算是痴迷也是目睭看空的人，拢看会出来讲这可怜的少女，派这个金毛狮王来诱拐伊，伊的目的甲伊的拍死。他说你连这也看袂清，想袂清，安尼哦，我跪讲哦，你食到这个份数，做遐尼侪你的人啊啦。今嘛哦，就算我拜托你，就敢那美华大所讲的，你的目睭若不是用来看清楚事实的，那你的目睭就是用来哭的。到时阵哦，你连目屎都哭不出来啦。我和何良伟交保，何伊当等伊出来在陪你过年，已经真通用啦。你嘛莫想超过嘛。我怕你死的啦！你我感觉你唔了解，是真通用，你这人嘛真欠骂的哈。杨伟秋来也跟我约好，一定要好声好理，你无要接受，我再来拍打拍你，你才欢喜是。虽然讲，师傅铁路也未起好啦，也唔够有火车，嘛有车会当载的啦。阿妈，台北个会当一个外远啊，够差。你若真正叫我叫伊
你担心小姐，你搞定了，你开开我啦！哎，谁跟你们报给三五呢？你起码是要白相，你搞了这个臭婊子，我的囝啦，还搞一个呢，无结婚就放大不大的孙啊！你搁真老实哦，哼，生个这么清楚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无好好反省哦，就算是你食菜念经啦，你都无得洗清你过身躯的罪孽啦！你妈呐！你不好啊！不好，你就去念吗？你当作你外敖，我才看你外敖啦！安娜，不念吗？不，哎，等，慢点，你别想我妈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自细妹谈个恋爱，性我忘记要输来啦，我起码十年当礼拜啦，好啊，看什么人死个凄惨啦，要。是南山啊，有才调你把我拍到这面，怕你把我吓你嘞！臭小子，你偷偷在那老婆死我跟你讲啦，你敢不敢听啦？要死就死一个啦，你连要大号都捅落我啦，你连要出山你都找袂到，你上好死啊！骨头都够细无啦！你真好胆哦，都讲迄个话，你搁讲一句。我跟你讲啦，你靠人生吼，我不住啦！你若是有本事哦，你就给我放开！你做嘛吼，绝对袂输你啦！你真正吼，死啊硬嘴皮啦！好胆，拄只遐话再讲，笑一遍，笑都笑烂我的囝嘞！我跟你讲，你破口顶面老百姓，你看不到世纪啦！你若要死到青城哥，你若要在那套路啦！你要出山我找无路，你若上好死啊！骨头我够开破嘞！啊！我勒你个狗！你咧饲的，无你当作遐警察是咱卡的哦，还是当作是你的宠物？你若遐有栽雕，你若当掠去遮苦，啊！这闹啥啦？我是你们在佚佗两三天啦，莫混一个面子，莫混心歹做人啦。阿妈，你骂我吗？哼，但亲像你这无读册哦，可能无看四周刊啦。啊，若无那可能唔知讲哦，我就是大神的总裁李彦飘啊。总裁，你听起来我真大。废话啊！我干那王刚两三百个啦，还看到我那立正站好啦。啊，我钱那是你阿财，我跟你讲，连家都扛袂落啦。啊，今麦这是什么社会啊？哈，有钱的怕死，无钱的怕死啦。啊，亲像我这年好，也免那可能有代志。你用脚头想嘛知？听你的手骨骨啦，哈，啊，无你是安那？今日在聊你是无听哎哟啦，草头，哼，你哪要听你废话啦？啊啦，甲查甫人硬聊，无什么了不起啦，还是无才调人家做这种代志啦。你做嘛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叫查甫人做，敢唔敢做你啊？我叫用兵，唔敢用苦的啦。大气头啊！你什么资格啊？你做嘛？想资格做大气头啊啦？